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你翱翔九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灭我八万将士，还有灭我九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韩烨。子远，你是帝家后人，也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族翻云覆雨的魄力。再说我任安乐的聘礼是30000水师，而他太子的嫁妆却是整个大晋。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远。殿下与我也是有人与知己相称，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任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我愿一直信你。安乐，如今朝堂之上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，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。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想掌控天下，
无非手握权柄还有名义，当弟子缘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若我不入漩涡之中，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起？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他才会露出马脚，我才能接近真相。可我怕你深陷其中，忘了复仇。寒夜治理江南水患，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，都当得一个好储君。但灭我八万将士，还有灭我九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韩烨。明白就好。哎，昨夜太子殿下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太子殿下可以再逾矩一些的话，我现在也就不用为了太子妃之位这么死磕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什么什么话呀？我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？任安乐，以你的才能，若是可以，你可愿陪我共创乾坤盛世，就如同当年的太祖和帝家家主一般？太子殿下，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韩太祖和帝圣天了。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阳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可得人间九清明。更何况你不是一人，无论何时你我皆是同行人。是啊，任大人此前就经常在凌香楼流连忘返，还常与其间之人嬉笑打闹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殿下所言极是，这件事情是安乐做错了，以后安乐绝对不会让殿下独守空房，这杯酒安乐敬上。真调皮，没想到啊，这堂堂的太子殿下竟然爱上了女水匪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许是之前赈灾的粮食又吃完了，这帮灾民听说殿下御林，便前来巡视。这更不凑巧的是，赈灾的银两四日才能到，仓库里边一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